吴老师是哈尔滨小学的英文老师，他樱桃小嘴，他的头发乌黑亮丽。隔壁班的李老师是一名数学老师，他非常喜欢吴老师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假装在吴老师面前晕倒，他就会注意到我了。Three days later. 哎，吴老师你好。李老师，哎呀，我头好疼啊。李老师，你还好吧？哦，不不不，李老师怎么昏倒了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，哎，数学老师怎么了？哎，王奔放同学，你来的正好，数学老师他昏倒了。老师您不用担心，我在学校学过人工呼吸，让我来吧。好好好，王奔放同学，那你赶快。好的好的，